马来西亚的华教就是培养一种风气，我们培养这个刚健坚强的我们的这种风气，我们这种浩然志气的风气。接下来我们将颁赠感谢状。联系他，启智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热爱华教的精神呢？他对这个对待后辈亲切温暖的身影呢，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奶奶的一句话常留在他心中，就是牺牲我这一代。不要紧，希望造就下一代。你们要好好的读书，将来才能够出人头地。接下来将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第六届伍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的颁奖仪式。我勇气让我明白，相信明天不管路途艰难，奇迹就在那眼前。第五届的李子松杰出行政人员奖主要表扬具有教学经验的在职行政人员，肯定他们卓越的行政工作表现。做好，把我们教育工作一生人的一方力量做好，谢谢大家。最后代表大会再次感谢大家的全力支持，来场来支持我们，给我们更多的鼓励，谢谢大家。